这个可能要根据它的一个基因来说。我们都知道，那个狗狗，那个狼是狗狗的祖先。但它们小的时候呢，这些幼犬或幼狼，它是不能出去捕猎的。那它们只能跟它们的长辈去讨要。那这样的话，它会去舔舔它们的长辈，然后去讨要食物。所以来讲的话，它如果这种舔，其实算是一种撒娇，而且它也代表就是它是对你的一个尊敬。像很多狗狗在舔你的时候，可能会身子会有点往下低一点，然后头仰得高高的去舔你，它其实是表示对你的一个喜欢和尊重。